时间越越接近，真的就紧张两个字。除了紧张还是紧张。好，深呼吸，稳住。可爱的乡民，他们居然把这个压力给扛下来了。这个奇迹不是只是一个作品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大家一起共同完成的。表演的前一刻就是珍惜我们一起做这一件事的缘分。希望我把四摊的一个美好带给台北的观众。我准备好了。天光剧团，做什么？